最近，中国首创的新一代空中造楼机在武汉绿地中心的建设中大展身手。它有4.5层楼高，自重2000吨，能承受4000吨的荷载，抵抗14级大风，在短短5个小时内就能将平台整体顶升4.5米。相比普通造楼机，效率提高了90%。这都得益于中国工程师独创的微凸支点，它能将大楼墙体变成攀岩墙，液压油钢负责提供动力，造楼机就能像猴子爬树一样，一步步向上攀爬，钩爪不断挂住凸起的支点，即使液压机突发故障，12个钩爪也会牢牢抓住墙面，为高空造楼保驾护航。4天盖好1层楼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那是因为有一种造楼机叫中国速度。你见过会甩面的跳楼机吗？它冷不丁长高2倍不说，还会玩天女散花，高空旋转木马后再急速坠落，绝对吓到魂飞魄散。你见过现实版的隐身衣吗？它用量子伪装面料制成，能让周围光线扭曲，达到隐身的效果。你见过空气雨伞吗？它的顶端设有空气喷射装置，能均匀地形成一个气流屏障，不需要伞面，雨水遇到这层气流自然就滑落到四周了。其实这些都是假的，跳楼机是游乐园做的特效视频，隐身衣是一块绿布，而空气雨伞则是一块从未落地的概念产品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假新闻和谣言无处不在，要擦亮双眼辨别。关注我，为真相点赞，看全球科技，关注科技公园。他伪装成风乞丐，将50毫克镭藏进咸菜坛子，才躲过日本人的毒手。他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，是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，却因为他人的过错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。他首次在中国开设核物理课程，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。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诞生，第一枚氢弹爆炸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，第一个核电站兴建，他与他的学生们立下汗马功劳。他才是不该被遗忘的两弹一星元勋，他就是赵忠尧。中国最敢说真话的院士钟南山，2003年4月的非典病因成名，当时北京疾控中心表示非典的病因是衣原体，钟南山却叫板权威，坚持非典是病毒性疾病。随后他的观点被广东省卫生厅采纳，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、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。2006年，他当面质问药监局，为何同一种药改个名，身价立刻飙升，一年批10000多种新药，这些批药是怎么拿到的？话一出口，并引起相关部门重视。这一次面对疫情，他第一个说出他是肯定的有人传人，让人们直面真相。许多连雾霾天也不用戴口罩的人都乖乖戴上了口罩，每次饭前便后还用肥皂清洗2片小手。钟老身体力行诠释了真话和真药一样可贵。看全球科技，关注科技公园。